我们这个肯定稳定的，肯定稳定。黄仁，你再演示一下，我刚没有拍好。好。我要拍一下你的 APP。好，再演示一下。啰嗦。拉一下车门。好。然后开锁。开锁。拉一下车门。然后再那个。巡车。巡车。再按一次选车，可以，可以吗？还有其他要演示的吗？看看这边，这是远程控制了，这是近程的蓝牙 APP 控制。刚才是近程的控制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现在回车给回车给你打电话，叫他远程控制。哦，这是远程还控制。这个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不用，我就是普通，蓝牙的范围是多少？大概多少米？